他们说，这世界充满了秘密。有些隐匿于浮世，在不经意之时出现。我们即将要探索的秘密，可能改写命运。很多年前，一组研究员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旅程，为了追寻美基奥秘，探索精神带领他们前往不同的途径。一次偶然的机遇，就是这次机遇引领他们来到这道门前。在这酿酒厂里，正发生着一些神奇的幻变。细心的他们注意到，酿酒工人的双手异常柔嫩顺滑，但布满岁月痕迹的面孔却泄露了他们的年纪。长期接触清酒酿造中的酵母发酵过程，令他们的双手逃过了岁月的打磨。多年以来，科学家一直试图解开这难以捉摸的奥秘。他们潜心钻研，终于有一天如获奇迹一般，他们从许多不同的酵母中发现了它。这个令肌肤焕发晶莹剔透的奥秘，它就是被称为 Pitera 的美肌奥秘。他们说，这世界充满了秘密，这些秘密是否依然被隐藏着，取决于您的感知。